子罗兰啊，咱们常说十春九木，终于让我白到一个了。来，车友们，咱们又低价啊，封了一个达玛坎的一个小漏啊。来，我们看，非常漂亮的冰琴，这种颜色是非常少见的，可以做一个小青龙，是不是？你看这种琴啊，它是那种绿琴，抛光雕刻，翻出来之后的话呢，它是绿油油的。你跟别人说你这个是一件色料啊，也不为过。这个料子是100万封下来的，像这种材料就适合雕龙牌，青的这种颜色啊，雕出来会非常非常的漂亮啊，栩栩如生啊。100万把它封起来，给大家看一个四色摆件，这里的这个黄色看到没有，然后这边的这个青色看到没有，蓝色看到没有，三种，包括这边的蓝色啊，蓝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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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有了。背后你看这些地方还有点红啊，还有一点点红雾，颜色的话呢非常的丰富啊，雕一些树啊花呀草啊，相当漂亮。这样摆起来十个几万块钱，那是西色皮套结束了，完了，威严了。来，咱们这个漏捡大了。这个的话呢，白卡是4万，冰紫罗兰啊。咱们常说十春九木，十春九木，终于让我白到一个了啊！这个的话呢，已经是正儿八经的正冰紫罗兰了。关键价格还这么便宜哦，看到没有？它这个紫色淡紫啊，它没抛光，它一抛光就出来了。这个淡紫，它因为它种够啊，所以它这个紫味它会淡下去啊。种不够的话呢，这个颜色就会很深，种够了之后它颜色会淡啊。44万啊，别夸阿碧了啊啊，好、啊、接送了，没下不啊。嗯，这个的话呢他们要500啊，还是这一个玻璃的这一小个啊，玻璃的这一小个啊，慢慢加吧，这个不着急吧，慢慢加不着急，这个你不要了，我等一下还没送呢，谢谢。400万啊，这个料子重新封啊。他跟我说的这个数字，包括我封的这个数字的话，都其实无所谓的，多少钱买它都是赚的，就是赚多赚少的问题。这个是400万啊，400万。这个的话呢，白卡是30。来，朋友们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非常非常非常纯正的天空蓝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纯正的天空蓝了。但是很可惜啊，这个裂很多。它可以做界面啊，这个位置的话可以做界面。如果说按色调来讲的话呢，这种是天空蓝里面的帝王绿了。如果是晚上的话呢，更是蓝的不要不要的。开价5000万啊，要七色呗，要要。好，结束。小冰的，不知道一整个的话呢，全冰的啊，开价还算可以吧，1500万。OK 啊，蛮 OK 的，个头小一点点，给个200万可以吧？那是，别卡币。哦，东西微博没没来哟，东西没有进来。啊，没送了，等一下，250万的话刚好10000嘛，要了，要行了 ，C， 要了 ，C， 贝亚币。微博没没东西进来。这个料子大家看一下啊，300万有喜欢的啊，可以告诉老赵啊，我这边给了他250万，白卡30万，他不行，其实差了不远啊，但是的话呢，我不想给这些马仔养成这种习惯啊，不然的话以后买料子不好买啊。啊，没送了哦，等一下。啊，生气了啊！看他生气的样子啊，我就很开心。早市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啊，咱们封了很多料子啊，但是成交的话就成了这一个啊，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钉子啊。那么各位喜欢的话呢要趁走啊，不然的话这个料子的话呢马上啊就没有了，这种是秒不在的啊，因为的话这种料子它太漏了啊。